里边的。哇，大海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的天哪，大神，跑酷就三个等级。来表弟，我觉得新手真正的表弟，表弟不用考虑，新手你可以过的，表弟你要是新手都过不了，你别说那个了。我这新手不是几秒钟就过了。哇哇，表弟哇，秀，厉不厉害？厉害。哇哇，我现在做这种新手。哇，哎呀，意思了，表弟。然后最后一个是不想跳的，你看。恭喜你通关第一关。那我现在第二关，一关跑呗。如果你要是这个跑不回去，那你还跑啥呀？哎呀我去！难道我跟表弟的等级是一样的吗？不行。咦 ？Oh no！ 哎，为什么我跟你的水平是一样的？咦？怎么回事？而且你不行啊，好像。哎，你自己不行，你还说人家不行，真的是。表弟，我行不行？我键盘有问题。What？ 哎呀，你自己跑步不好，还怪键盘有问题，我的天哪！你是不是吃了鸡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表弟。怀疑你作弊。怀疑你作弊。怀疑我作弊。吃鸡就作弊了。哎，你过来给我看，你有没有用什么小淘气什么的？我哪里用小淘气了？小淘气一级早就已经那个啥了，已经没有那个技能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嗯，里面有，我怎么知道？卡住了，表弟，你这说话，这你这衣服耍流氓耍的地图都卡住了。哎。表弟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不通关这个的话，你就别搞什么二段跳什么东西的，真的。那个通关还不是啥啥。哎，表弟，既然你没穿衣服，那这样吧，要不表弟啊，你要是比不过我的话，懂的。不会想让我把衣服全脱下来吧？哎呦我去！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我说你要是那个的话，你要是比不赢我的话，那你就裸奔，不是裸奔，穿女装吧，这样吧，啊，好不好？穿女装到你家去跑一圈怎么样？不要去我家跑一圈啊！我的天哪，表弟。哎，金找钥匙，钥匙在哪呀？好像有点子小难啊。哎呀，表弟，你要是过不了的话，你就别在这里说难不难的事情，直接放弃吧你。还是这个大神比较适合我一点，这种高手我现在已经不太适应这种低端的跑酷了。哇，表弟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哇！箱子这么多，好了，我过关了，我要跑下一个大神。哎，表弟你不行啊！我刚过关了，你刚才这么快就过关了？嗯，表弟这不行啊，你这没有节奏感呀！让你跳，让你跳。那我跳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吗？表弟，我怀疑你刚才是不是又化石龙上去了？没有。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节奏感？表弟，好像我们的跑酷已经被，就是那个东西被那个大神拿走了。Oh no！ 哎！表弟，他怕我赢过他，把我给打死了。哼，氪金爱米，岂能服输？走开！哎呀，表弟，有人欺负我，快下来打他！来了！怎么你还有云城啊？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！表弟，你到哪去了？我被他打下来了，表弟。真的呀？哇，这个星辰箱子是不是作弊啊？我的天哪，怎么上去的？他有那个这个机械抓手。What？ 啊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这么惨？我们别勾我呀！你勾我，等下我白跑的了。把他勾下来，把他勾下来。小可爱，把他勾下来。我知道你这个啊。哎呀，表弟，重新来吧你。打我干啥？
居然叫他把我勾下来。打不过我，跑不过我就打我，还不穿衣服耍流氓，勾引人。还是得乱说。给我个火箭背包好吗，小可爱？我刚刚跑到那个最上面，快差不多就好了，好吗？给我个机械钩爪呗。给我个火箭背包。我赢了，给你封赏书。我会给你那个啥的，我给你点赞。哎呦我去！给他啥？我会给你买一辆机，那个车模型的话。我先付点定金。我也付点定金。我给你点吃的，给你点吃的。你干啥呢你？这个死表弟！给我点吃的。定金啊！我给你定金，真的是的，那个。要不你身上这件衣服我买了，怎么样？臭流氓，真的是别人穿的衣服你还买了他，你想让别人又脱光啊？去了，别说那个啥，打死你去！你看你自己都不穿，真是的，臭流氓！我的啊，60根油条先给你。求我！表弟，你贱，你干嘛？哎，我怎么赢了呀？我刚才谁赢了？全部都赢了，表弟。哎呦我去！我赢了，就我最好看，你们两个胡子大叔。小姐，快到我身上去跑一圈，你输了。你们两个丑八怪。